大家好，我是李二哥啊，今天牛总过来了啊，描述您的牛总，我要请他吃饭，然后他也是我小宝贝的干爹，小宝贝高不高兴？你干爹给你买了很多玩具哦。好啊，啊，开心吧？好，走了。哎，来了，好，文罗胜来了，嗯，巅峰哥，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，不是。辛苦了，因为差不多有半个月了。有，怎么样？还要习惯不？啊，习惯。习惯。习惯。打螺丝打得怎么样？还可以。还可以啊。可以。腰痛不？腰不痛，腰不痛，没事。哎，今天就我反正也下班了啦，一起出去吃顿饭吧。可以。啊，我请你吃饭。你请我还是我请你？你是我小宝贝的干爹，肯定我请你吃饭了，是不是？小宝贝的。小宝贝在办公室。在办公室啊。那我老婆在那带着他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你要不就让他先下班吧，刘总过来了。好，辛苦你了啊。大哥，今天晚上你安排吃饭。啊，还是我小宝贝的，叫他叫干爹不？肯定我应该要请刘总吃顿饭不？你这样子，今天晚上我来安排。你来安排。不是你这份心意我知道，但是因为刘总这么远过来，今天晚上我招待一下刘总。然后的话呢，你明天看明天中午还是明天下午？也可以嘛，反正听邝总的嘛。先你不要，反正先不要耽误你的工作。工作没事，反正吃饭，反正现在下班了，吃顿饭没事的。就是不能你明天上。明天照常上班，明天照常上班没事。就下班的时候嘛，你们在家里做饭也可以，或者请刘总去外面吃个饭也行。可以，好吧。小宝贝，你看谁来了？你看，快，手机放了。叫干爹没有？这么亲啊！小梅呀，知道你要上学了，过来看你，然后我们去报双证，好不好？这么亲啊！是的。好，大天的都惦记干爹好久过来。是不是想我了？好，干爹看起来比这个爹还亲啊。亲哥，哎，这牛买，我就玩，你跟我一起买礼物，好不好？那个刘总，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可以啊。你也对我们是吧那么关照，哎，大老远的跑到义乌去接我们，费心了。我刚才还带了一些特产过来，等下我给你带上，拿到你家里去。还给我们带特产了，真的是太费心了呢。我是说，今天刘总那么远过来，然后到浙江那么远，对啊，去接我跟小沈。接我老婆那么辛苦，应该这次过来我请你。肯定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去吃顿饭。我刚刚跟艾哥说了，就是你们俩的心意呢，我都知道。但是呢，就是现在呢，他们在我公第一个在我工厂做事，第二个呢，就是刘总这么远过来，今天晚上就还是由我安排。由我们请，我们也表示没事，你们明天啊，我也要不就今天。你就矿总请，明天你就我来。要不然明天去你家里吃，你们也辛苦，赚钱不容易，就在家里做饭吃，我也尝尝小沈的手艺，可以吧？也可以了。对啊，没关系，就在家里吃。不是说在家里面吃用的就太朴素了，不到酒店里面就是说有菜。他就是说我们明天就在家里吃。啊，就是他做的不合你的胃口。晚上就听你老板的安排，明天就在你家里吃。啊，可以。看你看我老婆看。做的菜合不合牛总的口味啊？就怕胃口你合不合你胃口。可以就随便一点，反正我随便做几个小菜，我老婆做几个小菜就可以了啊。没问题。我是说要到饭馆里面就菜谱多一点不？如果说你不建议，可以买一些好点的。我也不建议。可以。简单点就好，简单点。他带了板鸭跟臭豆腐。啊，那臭豆腐好吃。实在没有菜。就直接蒸个板鸭加个臭豆腐，那也不行，随意就好，简单，也炒多少也要炒几个菜，是啊，那就明天要辛苦你们了，没事，不辛苦，反正下班我就去做饭，我给我媳妇两个人做就更快，两夫妻搭配做事就不累，是不是？怪不得我被二哥说腰痛不痛。那是肯定不动了，两个夫妻搭配腰从来不动，一动就按下摩就不动了，是不是？你把嫂子说的不好意思，行，那我们差不多，我们就出发去吃饭了，我定好了吃饭的地方。啊，可以，好吧。就真的是又让邝总破费了，下次就明天我来啊。可以，等你赚到钱了以后，下次那个，那肯定了。比如说海哥来啊，蔡哥也来，他们来啊。应该是，我又请他们请，肯定要我请一顿不？他那些那么多帮助了我蔡总，
跟温总他们，是的，然后我师傅又是跟我们签合约的，肯定要请他到饭馆里面吃一顿好的不？是不是？可以帮助我那么多，没问题。那么多老总，是不是啊？主要是我们想喝喜酒，这是说。那肯定了，反正10月1号也差不多到来了，还一个月。必须到。好，那我们先去吃饭啊。啊、哦，温总来了！哎呀，好久不见。温总，定好的位置。温总，好久不见。你好久没见，你干你、啊。哎，温总，2个小时没见了。2个小时不见。我们是真心真意在帮助你。是啊。让你们会过得更幸福。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都知道。所以说，特别感谢你们那些老总，特别是牛总啊、温总啊，然后邝总。然后我师父，特别是海哥，我师父特别要感谢他帮我牵红线，又帮助我家里那么多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来到吃饭的地方了啊！别搞了，这看起来这个地方也挺贵的。现在是邝总，他说我知道，我现在我口袋里面没多少米，所以说现在邝总他说也请我们，应该是我请刘总他们，请他们那些老总啊、文总他们吃饭的，邝总是说他请，所以说他知道我口袋没什么米，然后今天就邝总请我们到这里吃饭，非常的感谢邝总，对我们的。照顾的爱心，的帮助。要不今天晚上你来请？我口袋没多少米，你知道的。我有点后悔了。啊，开玩笑的啊！再次也非常的感谢邝总呢，对我家里，然后对我两夫妻又住的好房子啊什么的，都帮助我。真的非常的感谢邝总。以后我有能力了，然后我也请大伙也吃一顿饭。可以，有能力了，请我去更好的地方。那我搓一顿。是啊，必须的，必须的，要请的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耶！这次视频就拍到这里啊，下期见啊！拜拜，拜拜。